天上太阳红彤彤哎，心中的太阳是毛泽东哎。连续三年在这个波兰地方拍这个波兰影片，就为了纪念我们祖国的生日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替祖国庆祝生日？因为这一天，我充分的感觉到民主自由的味道是多么的血腥。我们有那么多的前辈挡在我们的身前，已经替我们挡下众多的痛苦还有血腥。我们不能忘记所有的前辈们所阻挡过的苦难。我们每年都要记住这一天多么的伟大，对于祖国来说多么的重要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改变一下我的标语啊，因为这个标语呢去年就用过了，我要想一下要怎么改。我知道，从这边下手好了，这样子才符合我们祖国的用语嘛，对不对？那至于这一个标语啊，我就不想改啦，我感觉这句话还蛮符合我们主席的行为啊。我们主席这么伟大，还要改吗？改你妈！你各位中华儿女们呢，还不敢跟我当小粉红一起来跪倒在石榴裙下，对着习近平痛哭流涕？以上，明年见。